是设计，你要的就是不动如山。对，设计，女孩子怎么会去设计？当初也是朋友介绍去的，然后没想到练出兴趣。朋友介绍练你去练设计，嗯，对。token 谁？我没有。嗯，你先练跆拳道对不对？我先练跆拳，然后后来再转设计。哇，怎么样都是想打人就对了哈。对不对？你怎么样都是想打人了，对？暴力因子啊，暴力讲得好害怕。练滑冰、体操，这两个都是属于柔软度的，对不对？这两个都属于暴，不能说暴力吧？啊，对，选拳击，我的妈耶！婷君对不对？对，婷君，你几岁开始学拳击？我大概是从我高中的时候，高一开始，对，差不多16岁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当初是因为就是我高中里面有校队，对，那校队的话，原本其实我也是没兴趣，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他因为想要参加，但是他没有办，所以就拉我进去。对，拉人家办去打架耶，这个，拉办去看电影就算了，这个啊，拉办去跳舞，拉办这挨会挨打吧？一定会的啊。你有看过那部电影吗？你说《登峰造极》吗？对对对对，有。看完了还打、啊？当然啦、啊，这有一种热血感觉，不觉得吗？有一种热血的感觉。对啊。你知道练拳击其实是蛮寂寞的，对不对？一直要跟一个沙包或者拳击，然后跳绳呐、啊，对，没错，这些都要苦练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好玩？当然有，会让你有非凡的成就感，对。但是当然辛苦的一面，当然是也是有的，有的啦。所以练这个虽然穿得美美的，练习起来也是很苦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冰上很冷吧？对啊，但是其实练之后还是会流汗。哎，真的、哦？对啊，穿不了还会流汗哦。要一直跳，一直跳啊！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对啊，你给我们看一下你的暖身动作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有多柔软度？力学才14岁，哇！你14岁，哇！我很软，哇！我很弯，哇！我怎么都可以，哇！哇！这对他都很简单呢，好像。那个脚后面这样翻起来，那个转转转转转转转，脚从下面这样拿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现在可以拿起来吗？还是一定要穿冰鞋才拿起来？因为我穿高跟鞋，所以不太好做。哦，穿冰鞋就好做。但是，可以借我扶吗？我借你扶。嗯，好，可以啊。为什么穿上冰鞋你就不需要扶呢？因为有转的那个力量哦，好厉害！麦克风一拿自己，好，请坐。哎，其实像你们这个衣服有专人帮你们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买来之后，然后我妈再用斯洛华斯奇的水钻去自己贴。你妈一定要贴那么好的钻吗？就比较亮，会加分。就比较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我看像你老师啊，他们在冰上表演啊，他们夫妻俩，他们表演穿的衣服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跟这个滑冰的这个运动啊，其实跟音乐啊非常的结合在一起，舞蹈、体操都要有，对不对？音乐。那你们嘉颖，来，请到这边来。吴嘉颖，一个小小个儿的大学生，才接触空气枪3年的时间，就以黑马之姿屡次拿下佳绩。
一次国际赛事的场合，意外被网友称为最美郑健妹，而因此爆红。人小志气大的她，决定以2016奥运为目标，要为自己缔造更好的成绩。你将来有想要当军人或者警察吗？我身高不够。你身高不够？嗯。哦。但是如果你射击很准的话，可不可以到什么特勤队啊？什么？只要去瞄准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杀手，有矮个子的杀手吗？应该要有啊，能爬高也可以钻洞啊，这样比较好躲。好躲，对。而且外国杀手都很高，你一矮他打不到，还可以泰然自若在那边走。好，这个。射击它最主要是，其实瞄准他们说其实跟练呼吸有关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说呼吸太急促的话，就是肾上腺素会急速，然后就会不稳。那你那要比赛的时候，不是要肾上腺素都要表演的时候，肾上腺素都要激发出来吗？然后我们就要用呼吸去调整。怎么样呼吸去调整？深呼吸，然后再吐气。就可以了吗？就是然后平静心情吧，平静心情，来把他的这个等一下，你练的是空气枪是不是？嗯，是。对，好，我没有见过空气枪，空气枪不是应该看不见的吗？空气枪，我们今天带的这个是道具。道具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平常这个是管制，所以没办法带。也应该。对，电视上也不能出现，也电视上不能出现。然后小朋友不要乱玩。对，小朋友根本看到枪要把它放下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平常的话，我们就是先拿着，然后身体站侧面，我们都是这样举起来，然后再慢慢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吐气，吐气，好，在这边击发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好，里面没子弹，里面没子弹，没有子弹。对对对对，哇，很重哎！我们的枪比这把枪还要重啊，大概有将近快2公斤。这个红的，在电影里头不是看到有红箭，嘟嘟，哦，那就是有人瞄准你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吗？我一直抖哎。只能一只手吗？对，我们只能一只手，然后要站侧面。为什么不能这样？因为我们是警察才这样。我们的枪是木柄的，然后它有符合你的手。好重，好重，好重！真的毛，我的妈耶！嗯，我应该有50斤吧？对。阿咪老师，你来，你手比较厉害，然后你要停在那里5秒钟。有，不好，不能笑啊！不能笑。别走，不要动，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。手的那个稳定度，稳定度对不对？比我们当兵的打靶还要。还要。